第九次开机，我现在已经没有脾气了，继续吧。大家好，这里是极客奇谈厦门分部，我是 Apple Top。 如果觉得 Apple Top 难念的话，大家可以叫我小老弟，这个外号是马爷起的，主要是天南海北河东河西全都叫我弟弟，唯有马爷独具创意，喊我一句老弟，进入跑群两言三语确立我们的关系，不听耐克营销放屁，大家一起唾弃，即刻十八般武艺全都是我们的武器，大家一起来努力改变我们的处境，所以大家跑步好好地喊我小老弟。无论是 flow 的转换 skirt verse 整个的转换 skirt break 整个的一个运用 skirt 整个的变化，我觉得就是 skirt 作为一名正经的二次元，我把这双鞋娘化了，也就是这位。如果大家觉得我不好看的话，可以看它。我想总的给这双鞋下一个定义，这双鞋的支撑在同类产品中几乎难以找到对手，但相应的代价是它基本没有推进力，适合300到330以内的跑者。首先中底系统无疑是飞然最大的卖点之一，其中最让我惊喜的无疑是内外双密度系统。有一天我下课闲着无聊，就拿笔在这边弹，结果发现它内外的密度竟是不相同的，但在实际跑动之中，我确实感受到了较为强烈的支撑感。虽然在第一次跑4x1000速度训练的时候，在最后的1000米中，这双鞋出现了些许的难以掌控，但在后面的跑度中并没有发生类似的情况。还有一点就是这双鞋的中底软硬得当，在我跑动的过程中并不会因为缓震过少而伤及我的膝盖，也不会因为硬度过大而使我的力线过度弯曲。我拿这双鞋给一些跑力不佳的同学体验，他们的反馈都是比较硬，这双鞋不推荐任何的新手去购买它。接下来说鞋面，这双鞋的鞋面是让我最不满意的一个部分。首先就是这个鞋头，两双鞋在大拇指处均有不同程度的凹陷，这个凹陷是无法通过鞋带系统来解决的，即使我把鞋带全部松开，在这个地方仍然会有一个凹陷。鞋面最大问题在于这个鞋舌，即使在正常系带的情况下，这个鞋舌也会向内折叠，会磨掉这一层非常好看的物质。这层物质有点像太平鸟和初音未来联名的那件长袖上画出初音未来的那个材料。如果鞋带调整不当，鞋舌在脚内还会有部分的折叠，而这种折叠对脚的压迫感是极强的，是无法忍受的。这双鞋虽然采用了透气排水速干的 mono 纱面料，但是我并不推荐大家在雨战中去穿它。我穿着这双鞋在大雨天跑了800米，当时地上积水可能有1-2公分厚，跑完之后鞋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脱胶，鞋带的摩擦力也直线下降。我推测是361在鞋带上本有一层增大摩擦力的物质，就类似于我们健身时手上抹的镁粉，但在雨战过程中这一层物质被冲刷掉了，所以导致鞋带的摩擦力直线下降。硬要说这个鞋面有什么优点，可能就是这后面一个大大的枕头了。这个枕头有多舒服呢？我觉得我比较难用言语去表述，那就给大家看一段视频。什么垃圾？最后说一说361品牌本身吧。361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品牌。如果看过我视频的人，你会知道我人生中第一双自己选购的鞋就是361，然后第一双专业跑鞋也是361，现在第一双碳板跑鞋也是361。我希望361能改一改自己拗口 slogan， 把多一度热爱换成361度，热爱只在一度之间，这样的台词会不会更好一点。再找几个像对花一样漂亮的女跑者和阿黑一样帅气的男跑者，在厦门放着波光的海边跑动，然后配上那种雄浑的女高音，这种跑者上哪去找？最后再打上一个白底黑字的 logo， 砰的一声放那种音效，最后再用男高音说一声361度，热爱仅在一度之间。希望361能提升一下自己的品牌形象，不要宝贝页面都搞得花花绿绿的。现在最重要的是自我定位，你们可是跑者世界认可的跑鞋供应商，可是顶级运动员的顶级跑鞋供应商，不仅仅是基因卡通战略合作伙伴好不好？多用一点那种哑光漆提升提升自己的质感，
就像穿一身合体的西装来增加一个人外表上的内涵。这双鞋的颜值已经很不错了，是少数几双能让我朋友认可颜值的跑鞋。上一双好像是极客鞋上的玛丽，好像是。好，这里是极客跑团厦门分部，这里是 April Top。 好，现在让我们将画面切入下一个演播室。相信大家在看到这段视频之前，应该已经在不同的地方都了解到这双鞋它的脚感可能会偏硬，但是我个人体验下来，其实在我的这个对比中，我觉得也不算硬。拿其他鞋来横向对比一下，我觉得比较像 Boston 的脚感，把 Boston 变成厚底，然后加碳板，然后弹性呢和这个 Adizero 的 RC2是很类似的，但是确实横向和其他的碳板跑鞋比较，属于是最硬的那一档。这双飞然呢，我觉得整体我对它是非常满意的，结合它的这个碳板结构，跑起来非常的弹，有足够的这个碳板跑鞋的这种回弹感。其次呢，它非常的稳定，作为一个知名跑渣，大家也知道，就跑步实力毕竟不能和其他的大神去比较，那这个时候我对鞋子的稳定性，特别是这种定位于快速和竞速比赛的，就变得非常的有需求了。再考虑到它的价格，所以整体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它又不是完全适合我的，它的鞋身做了一个对包裹性的加强，所以我理解它的鞋楦比我以前穿的361度的鞋楦要窄不少，特别是在这个中足的位置，这个中足的位置它特别向里收了，所以我跑起来会觉得有点磨，因为我的脚是属于比较宽的那种类型。除此以外，就是它的暴力的回弹感实际上还是在我的这个能力以外的，就不要因为它的稳定而忽略了它这种回弹的强劲给你带来的这种额外的负担。我跑的时候，我的胫骨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这种冲击的感觉。现在大家对于鞋子的脚感非常看重，但是更少的去聊这个适应性，所以就会导致飞然这双鞋呢，在这个市场上，特别一上脚的时候，它会有点吃亏，就因为它脚感确实还是属于在碳板跑鞋里边偏硬的那个档次。实际体验下来，我觉得还不错。所以我从产品和用户匹配的这个角度，我觉得那种知道自己不太喜欢偏硬脚感的小伙伴可能对这双鞋就不太感冒了，但是如果你能够接受 Boston 或者 RC2 的脚感，所以这一类小伙伴应该是会比较喜欢的。极客鞋谈，不要跑得慢，偶尔跑跑快啊！今天我们是在交飞然的作业。那我目前为止是穿了100公里，我穿了大概有60公里左右。总结来说，就那么几个字叫，不想努力。穿上就不想努力的感觉。先是外底，非常巧，我们两个第一次穿这双鞋都是雨天。对，我第一次拿也是雨天穿的，在各种路面都试了一下，正好下雨嘛，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塑料板质的那种木桥，然后木桥就会容易抓不牢。我跑下来总体来说是，虽然没有胡走那么变态，但我觉得还是已经蛮不错的感觉了。鞋子的外面有一个指数啊，大家可以看到，一个45，一个65。45讲的是它中底的一个硬度，然后65讲的是它的一个回弹的指数。回弹指数前面0.3，这个应该是它的那个这个中底的密度，密度发泡的密度，然后88是一个它的那个抗扭板的一个抗扭刚度吧，应该是。因为这个45已经相当于是一个就是 EVA 的一个。硬度了，所以穿上去就是有一种你不太能够踩到那个碳板给你的特别大的那种助推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踩上去属于那种硬弹。对于我们保底人来讲，喜欢保底人来讲，就保底人还保底人士来讲，保底人士这个还是蛮，就是我们还是蛮喜欢这样的一种脚感的。这双算是我的 PB 鞋吧，就是我穿着它跑了一个15公里，然后可以放个图，跑了个15公里，跑了我这目前为止来最快的一个 tempo 的速度，3:25这样子算了一下。在我的总结当中，4:30的配速再往里面走，它是越来越舒服的。它的推动感会越强。然后我有好多组的那个间歇都是在场地上面跑的。然后场地上的话，大家都知道那个弯道啊，都会是一个铲型碳板鞋的一个都不太用得上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刚性比较强，然后弯道又比较需要灵活度，它前掌灵活度很吃，在弯道会有点板，但是它在直道的加速会比较好一点。就是另外要提的一点，就是说它这双鞋子的对于前掌跑法，有一点点的小弊端，就是我不太吃得到它的甜区。
啊，对，马爷爷，我们跟马爷爷那个沟通过一个这个问题啊，因为他也前装跑嘛，就是说你在前掌这样落地的时候，需要做一个先是外翻嘛，外翻之后再转变到正常的，但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虽然他做了滚动，但是就不像别的滚动鞋那样，它比较流畅，它不够流畅，有点。我们其实总体觉得这双鞋呢，比较多的缺陷就在它的鞋面上面，对，也有可能只是就不太适合我们。我们对，所以我们总体来说，这个鞋面的感觉就是叫鞋挑人，你的脚型非常适合它这个鞋楦的这种包容度的话，就会很舒服。但我们恰好我们两位都不太适合这样的一种鞋面。是的，对。然后它这个面总体是。是那个摩诺沙的一个材质。当时我之前有一天比较冷的时候，拿出来你脚都是在冒那种蒸汽的感觉，有味了，这是一个有味的道的。因为我目前为止跑了100公里了，大概有反正有一半吧，至少有一半，我穿一次磨一次，就小脚趾这边，因为我的脚比较偏瘦一点点。但是就我也有尝试一些方法去改变了，比方说穿厚一点的袜子，我穿了什么就跑步袜也穿，然后无指袜也穿，然后我甚至还穿过篮球袜。哦，这样。但是篮球袜也不管用，都这样。就是说没什么办法。然后系鞋带也是，我尝试着去改变吧，松紧也没有办法去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还有我们讲这个鞋面有一点是说我觉得他对那个脚踝的锁定其实也不是很好。我们整个这个它是一个开的，它没有对你的脚踝，它脚踝这一部分没有特别贴合，对，没有做一个限位，就是把你脚踝给你限制住。有没有跟设计师沟通过整个鞋面的问题？他然后呢？悄悄透露说以后可能会出，就说改进这样鞋面的这样一个特征。他们说飞然的下一代已经在设计当中了，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飞然这双鞋子是李子成代言的这个品牌嘛，对，李子成本身是一个偏中后掌跑法的一个专业的跑者，然后也很巧他就定居在宁波，然后就经常会，也不是经常会吧，偶尔会碰到，吃一吃尾气这样子，在后面看到，然后蹭一蹭照这样。他是一个中后掌跑法的话，这双鞋子肯定也是偏向于他的跑法的，因为他本人也亲自参与到了整个鞋子的研发，所以跟361他们设计人说，李子成是深度参与了整个鞋的一个研发进展。我总结，他是一个在碳板中，他可能算是一种稳定系的一个碳板跑鞋，铲型碳板鞋中的稳定系、哎、对，这个系真的是我第一次发。由于它整个的后跟都还是相对于宽，对，它也是比较硬弹的一种感觉，对，是的。就如果你穿惯了一些薄底的鞋，你在穿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那个脚感你还蛮适应，有一点熟悉，对，有点熟悉。我首先不推荐它在训练当中使用，再其次是说它会对你的一个小腿的一个整个负荷会相对高一点，我推荐它可能是说那个在比赛当中去使用。然后我是觉得这一双鞋子适合脚正常说偏宽一点的，偏宽一点更好一点。对，然后正常足弓的，然后你喜欢硬弹一点的，更喜欢支撑稍微好一点、稳定一点的鞋子，那样的跑者会更加适合这双鞋子。反正就不太适合我，也不太适合我。但其实还喜欢，还可以，还挺喜欢的。如果说它这个鞋面在下改进过，在下代更改进的话，我觉得在这个价位上应该是比较无敌的一个存在了。嗨，你好，这里是子瑜。这次飞然评测我拿到的是40码250毫米的鞋内长，楦宽的话是普通的 2.5 楦。我个人的脚型数据是脚长245，脚宽介于1亿到2亿之间，是低足弓。目前这双飞然我穿了40公里左右，单次跑步距离在5公里到7公里，配速从6分开外到4分20。40公里下来，这双鞋的大底磨损是非常少的，耐用性方面的话不用担心。目测使用距离可以达到1000公里以上。从穿着感受来说，这双鞋的前掌比较宽松，我穿无指袜的话，脚趾在鞋仓不会受到限制，十分灵活。整个鞋的锁定主要来自于脚踝部分，由于鞋带和鞋面的话延展性都比较弱，鞋舌又没有填充，只有薄薄的一层，所以调整鞋带的时候要比较仔细。太紧的话会压迫脚背，松一点的话包裹性会打折扣。我现在是用第二和第三鞋带孔做了一个 loop， 把系带的位置往下面移，这样脚踝的灵活度会更好，也会减少对脚背的压迫。然后来说一下中底，这次飞然使用了新的中底材料 QuickFlame。
整体感受下来的话有几个特点。首先中底脚感会比较硬，有种穿薄底训练鞋的错觉。在几次跑步过程中，到了2公里左右会感觉小腿骨骼有点酸痛，这可能跟中底硬度有关系。其次飞然的稳定性是比较好的，在跑步时我有尝试加纳步幅使用后掌跑法，整个稳定性是可以接受的。最后飞然的助力回弹在掌心碳板鞋中不是特别明显，跟其他的掌心碳板比较起来的话，碳板刚度没有那么强，这可能是出于加强稳定性做的妥协。总的来说，飞然是一双有特点的竞速鞋，配速进入5分以内会觉得比较舒适，对于各种跑法的兼容性都比较好，如果脚型适配的话会是比赛日的加速利器。以上就是我对飞然的穿着感受。大家好，我是一群的跑友，很高兴能参与这次的极客重测，来体验一下这双361度的碳板跑鞋飞然。这双鞋呢，我穿了大概80公里左右，室内室外都有，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见解和经验。首先是尺码问题，我本人是42.5码的脚，内长是270，这双飞然呢我拿到的是42码，361度官方标注的内长是260，但是我穿呢是刚刚好。首先说一下它的缺点，就是这个前掌的包裹确实很拉胯，你把鞋带系紧之后，脚的这个前半部分还是可以在里面很自由的活动，虽然它里面加了植绒布还有外面的压胶，你的脚还是可以在里面随意的活动，或者当你跑起来之后，它整个鞋面都晃来晃去，这是个人不是很喜欢的一个点。第一个优点就是它的后跟处的锁定非常的棒啊，那就是得益于它一个棉质的鞋带，脚踝处排布的3组鞋带孔非常密集，也起到了一个很好的锁定作用。再搭配上一个这个环绕式的小海绵，就把你的脚踝牢牢的卡在鞋子里，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感觉。第二个优点呢，它的这个外底，不管是在瓷砖地，还有柏油马路，还有在下过雨的马路，还有湿地上，它的抓地效果都是非常的优秀。最后一大优点呢，就是它这个中底了，像别的材料都是又轻又软又弹，那它就是又轻又硬又弹，可以看到我的手去使很大的力去摁它，是基本没有什么形变的。但这双鞋的缓震很好，但是脚感，脚感确实一般。然后说一下我自己跑完的一个感觉吧。首先呢，我是没有穿过碳板跑鞋的，这次是第一次穿，平时我穿波士顿8和9还有 Evo Ride 比较多，前我都是前掌偏外侧落地的啊，因为由于这双鞋里植入了一块铲型碳板，落地的时候强迫我变成了整个前掌去落地，我还是稍微有一点不习惯的。然后初次上脚，我用了一个5的配速跑了一个5公里，想试一下慢跑，结果是相当煎熬，所以说这双鞋肯定不太推荐用来做慢跑吧。我感觉我的右脚的筋膜被拉扯得很难受，左脚的跟腱也被拉扯得很难受，因为它整个鞋身的刚性是非常的强啊。第二天我用了一个大概4分20多近4分30的配速来跑的话，那这种上述情况就没有再出现过了。就是你跑得越快的话，你给这个中底施加的压力越大，它能给你的反馈越多，你也会感觉到就是这个中底的特别之处吧。以我目前的跑力的话，还不足以驾驭它。说到底想提升成绩呢，寄希望于外在的条件，不如穿一些薄底的训练鞋来提升一下自己的小腿肌肉啊，或者心肺功能啊。等到你自己的身体水平足够高了之后，那么你再来驾驭这双鞋来 PB， 那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了。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卡洛斯马，今天也是来极客闲谈这边打工做兼职啊，测试的是这款361度的新的碳板鞋飞然啊，我一共测试了128公里啊。那么这双鞋呢，总体来讲一个字就能概括，就是稳定啊，非常的稳定，跟慢跑鞋不一样啊，是竞速鞋级别里面相对的一个稳定的一个跑鞋。其次呢，它的鞋身材料用的是 Mono 纱，这个材料呢从 Next% 开始啊就被多家的碳板鞋或者说是竞速鞋所采用，它的优势呢就是锁定很好啊，因为鞋身材料
很好，同时呢能保证非常的一个轻质。那么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缺点就是有一点闷脚，然后它的对于脚型的适配程度呢略差，因为鞋身的材作为材料来讲呢本身刚性很强，所以它的这个延展性呢很差，一旦你的脚型不匹配它的鞋型，那么它的整个穿着的体验呢就会比较差。那么整个鞋身呢还在后跟部分呢增加了港宝啊，这个在铲型碳板鞋或者竞速鞋里面呢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如果你的脚型不匹配这双鞋型会怎么样？因为我本人是适配的，所以我得到的支撑和锁定感可以说是相对来讲非常非常好的啊。这个呢就只能让其他几位测试者来评测啊他们的脚型在这双鞋型里面的感受了。那么说白了，鞋身就是说鞋外底啊 CPU 材料，这个材料现在最近在竞速鞋里面特别火，这个是介于塑料和橡胶之间的一种材料啊，高分子化合材料。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耐磨，抓地力好，湿地的性能非常的好啊，可以说抓地力没有任何的毛病。总体来说它的外底表现我可以给满分啊，基本上跟我心目中的最佳马牌啊没有太大的差别。那么说一下这双鞋的实际穿着体验啊，整体来说就是我前面说的非常的稳。如果说它的弹性怎么去评价呢，它的整个的中底的感觉啊是介于 Adios Pro 和 Zoom Fly 之间的啊，可以说它比 Zoom Fly 这种跑鞋要弹一点。那么相对于 Adios Pro 呢，它的弹性呢会稍微少一点。那么我可以拿两款更加啊，平民的可能大家穿的比较多的 Next Percent 和飞蓬来做比吧。这双鞋前掌的能量回馈啊，它相对于 Next Percent 它介入的呢会晚一点。 Next Percent 的几乎你所有的配速都可以有能量回馈，但比飞蓬要好一点，飞蓬基本上要配速比较快才有能量回馈。但是呢它的上限呢比这两款都要低一点点，也就是说当你跑到比如四分以内的时候啊，虽然它的能量回馈会相对也增加，这个特性呢非常像飞蓬，但是呢它不会像飞蓬那么的刺激，那么的澎湃啊。总而言之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能量回馈的跑鞋。第二个点呢就是它的这个鞋身的包裹性对我来讲也非常好，但是强调一下我的鞋脚宽呢是两个亿，所以这双跑鞋呢它的适配人群呢就非常的明显了，就是那些可能在跑步的过程中你的对于碳板跑鞋的掌握呢不是特别好的人，那么这双跑鞋呢尤其的适合他们。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它本身的能量回馈不会那么多，那对于跟腱来讲呢它的这个折磨程度不是很高。其次呢就是整双鞋的稳定性很好，当你如果不能跑出非常有攻击性的跑姿啊，不能更多的去利用前掌的这个能量回馈去进行推进的时候，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着力点放到中后一点点啊，利用它的后跟的这个稳定和中足的这个稳定的一个过渡，能够滚动到前掌啊，去更自然的用后跟落地的这种滚动跑法去跑。那对于一些可能还不足以掌握铲型碳板鞋跑42公里的跑者来讲啊，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点。Hello， 大家好，我是极客前南跑步群的叶刃。今天呢，我来分享一下361 Spire S 的70公里使用体验。这双鞋我只跑了70公里，积累的里程是非常少。原因就在于上海最近的天气啊，除了下雨就是下小雨。我穿这双鞋跑的大部分时间呢都是湿地。唯一一次的这个半马测试啊，最后5公里还下起了小雨啊，也因此我对这双鞋的这个抓地力是有了深入的了解。干地没有什么问题，抓地力非常好啊，但是湿地问题就比较大了，只有破损非常严重啊，非常粗糙的那种柏油路啊，或者说是水泥地上是没有问题，其他地面基本上都会打滑。不过这双是慢跑鞋，湿地抓地力我认为并不是非常重要，但是耐磨就不一样了。一双慢跑鞋的耐磨不说要做多好，但至少也要达到众多慢跑鞋的这个水平，但这双鞋是传统竞速鞋的水平好在比较厚实的这个外底不至于让它成为人们口中的这个橡皮擦。接下来就是中底，虽然刚上脚那软弹的鞋垫差点让我以为这双鞋的稳定性要翻车不过经过一天的通行鞋垫磨合开就没有这种感觉了。目前来看，这次的这个中底作为一双慢跑鞋我还是挺满意的，前掌偏厚但基本不泄力，并且在前掌能看见两片半透明状不起眼的这个硬质材料，跑动中的稳定性它应该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单次20公里也没有感觉到前掌有什么衰减同时后掌的缓震极限以及缓震衰减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不过要说一点，在那单次20多公里的里程中，后掌的弹性在13公里后与初跑的那软弹有着很明显的落差感。13公里后的里程，我个人感觉到会有些许的泄力。然后就是鞋面，这次的鞋面我很喜欢。先说一个我很惊喜的点啊，就是它的抗污能力还不错，经历几次雨战的摧残，通过清洗啊，白色的鞋面还能保持一个不错的成色，支撑包裹锁定呢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啊，透气在常规的慢跑鞋里面还属于一个中高的水平啊，整双鞋子的舒适度也不错啊，跑完半马没有任何磨脚磨起泡的地方。但是这个鞋面呢并非没有槽点，我尝试穿它跑了一些我驾驭不了的速度啊，习惯性呢把鞋带这个系得很紧，包裹感呢并没有增强很多啊，鞋舌的压迫感倒是大了不少啊，外侧的这个 logo 呢也会在长时间的奔跑中出现卡脚问题。最后呢我还要吐槽它最后两个鞋带孔啊，就是它最后两个鞋带孔啊实在是太难穿了啊，鞋带孔外侧这个压胶呢过于紧致，鞋带头的塑料保护啊都已经被我这个怼弯怼裂开了。总结这双 SPLS 我给它的评级是超值啊，41码270克不到的慢跑鞋啊确实还不错，只是外底还是有点模棱两可啊，依旧不让人满意。如果大家想买一双慢跑鞋，同时对足弓支撑没有太大的需求，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这双鞋。那以上就是我讲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有缘再见啊，拜拜。大家好，我是极客三群的粉丝，然后同时呢我也在极客的跑群里面，我是极客跑群里面的底层人物。大家可能刚才已经看完了我们极客跑群的大神们测完了那个性能鞋，也就是飞然361度。当然了，像我这种肯定是不配测这种配速特别好的，那么我只能给大家来测一下。好，那么这就是一双我拿到的它的训练鞋 SPLS。 首先它的这个鞋盒就跟这个草场的塑胶跑道差不多，是一个配色，也是一个橙色。那么这里呢有一个国际线的一个字样，代表着它是361度国际线跑鞋的一员。我拿到这双是一双飞天配色，当然作为我们极客鞋坛的粉丝，肯定是最喜欢那个更生配色，那是更生吗？苏配色。我大概拿到这双鞋已经有了一个月了，每次呢就看我心情跑，有4分的配速，有5分，有6分，就是怎么开心怎么来。经过这一个月的跑步下来的话，反正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这双鞋非常的稳定，尤其是我第一次跑的时候，它会更改我的步态，立线吧就会更正一些，这是我第一次跑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鞋底整体它都会比它的这个鞋面都要宽出来一些，像一个梯形一样，它就会做一些外扩。它对于一些内翻、外翻或者大体重或者一些新手而言是特别特别友好的。然后接下来就说一下它的这个中底部分，它的外底是由非常耐磨的橡胶组成的，当然它会中间会有一些镂空的部分，可能是为了这个减轻重量。官方写的是41码，是200多克，算是一个比较轻的重量。然后它的这个外底的防滑也不错，然后其中恰巧吧，济南刚下了一下雨，然后刚下完雨我就出去跑步了，就是不会特别的防滑，但是够用，绝对的够用。另外我也会有穿它去爬山，然后会踩一些石子路或者说一些土路，表现都很不错。最外面这层底它是很厚的，然后如果你磨穿的话绝对是要有一定时间的大概能熬到它 spare 6代或者7代。中底部分呢官方写的是它有4部分组成，包括鞋垫，中间最白色的这一层是 Q 弹超，然后侧部分还有这个白色部分，普通的 EV 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蓝色的 EV 特别的厚，它的缓震特别好，所以说我觉得刚才我说对于大体重的朋友非常的友好。但是你要说它前掌反馈或者说它的路感，肯定要比那些薄底的竞速鞋或者说一些碳板跑鞋的回弹要差一些。再就是它的鞋面部分，
它的鞋面是外面是一层纱，然后里面还有一层工程网布。然后由于我前两天因为是下雨跑的嘛，就会很脏，然后我刷了一下，就也还行，就不仔细看的话是肯定是看不出来的，肯定是有影响的。在这里我就不建议大家穿一双特别白的鞋子去下雨去跑，然后去走一些什么泥子路。我这双嘛不花钱，它的透气，因为我经常会骑电动车，一直会往我脚里面灌风，感觉就像没穿鞋一样。夏天穿绝对不会捂脚，然后后跟部分那肯定就是不透气了，有一个这么厚的钢包，然后它的海绵填充也是非常厚的，然后如果你系紧鞋带的话，你会感觉特别的贴合，但是它不会控制你的脚。这双鞋就像是你选的车一样，一定会非常清楚你要选一辆经济省油耐用，然后后期的维护成本也非常低的车，你就去买一辆卡罗拉。这双鞋就特别特别的卡罗拉，我感觉，因为它价格够低，然后它除了会在安全性上给你做一个就是比较优异的表现之外，其余的都够用。你可以拿这双鞋日常生活工作，陪小姐姐逛街，然后跑步爬山，就是包括健身，它都可以胜任。如果你的出发点就是我要买一双这样的鞋，买它准没错。